五谷鸡爪，好长时间没吃了。咱们家的这个鸡爪是酸辣甜口的，甜的话只有一点点甜，不会太甜，就是微甜的那种，主要的话是酸辣为主的。然后我吃的这一个是中辣，我一般都吃中辣的，如果你比较能吃辣的话可以试一下特辣，好吃。